Miau. Kuku. Hey, my bear, Cheyenne. Kuku, 打开，我是杨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当你在街上购物的时候，可是你不知道你想要买那样的产品叫什么名字。就像我当年在日本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另外去记的话，我也不知道精华液的日文叫什么，更不用说我来法国了。所以今天要来做个法文小教室。保养品篇，希望大家能在购物的时候更顺利。可是大家也知道我的法文不好，所以说我请了一个小帮手来帮我。哒啦，你好，我叫米莲娜，她是宅妹，就是阿宅她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她来帮我发音，就是那些法文的保养品产品要怎么发音。那就 c'est parti， 化妆水 ，lotion，lotion，lotion， 第二个。精华液 serum 第三个乳液，这是乳液是指那种会流出来的那种乳液。好，乳液 emulsion 乳霜 creme 就是英文就是 cream， 所以它叫 creme。油就是类似像我现在有用那种脸部的用的油，或是身体用的油，就他们就只有一个通称，就叫油。晕了。眼霜。Crème pour les yeux。Crème pour les yeux。接下来应该是比较偏向形容词的东西，像是淡斑。我们要买这产品是要用来淡斑的呢。Éclaircissant。保湿。Hydratant。美白。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美白的产品，可是还是要教大家美白。Blanchissant。Blanchissant。然后你在这边找美白产品，基本上你只会找到牙齿跟牙齿有关的。你在欧洲，你应该是找不太到美白产品，就只有给牙齿用的护唇膏。Bon pour les lèvres. 护手霜。Crème pour les mains. 一样就是 cream， 然后是给手用的 cream， 就是 crème pour les mains。身体乳。Lotion pour le corps.Lotion pour le corps， corps 是指身体的意思，所以就是给身体用的乳液，防晒乳。Crème solaire. Lotion. Sérum. Émulsion.Crème. Huile. Crème pour les yeux. Éclaircissant. Hydratant. Blanchissant. Baume pour les lèvres. Crème pour les mains. Lotion pour le corps. Crème solaire. 希望你会喜欢这次影片，如果你们觉得有用的话，请帮我按个赞，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想追踪我更多即时动态的话，请追踪我的 Instagram 跟加入 Facebook 粉丝团。那我们就这样啦，再见，拜拜。拜。我们不会聊，要不要？不会。
晚上有We can see your leg.